我们一早打个车去义都古玩市场啊，我们现在在火车站这边，离义都市场应该有个几公里的路，就打个车去。早上呢是每周六日苏州的早市啊，在昨天我们在那个维也纳酒店呢也买了几件啊，而且给大家呢看到了，发现了很多宝贝精品，给大家在群里面也分享了啊。昨天晚上的直播呢也给大家呢带了几个。16:30你看人多少，乌泱乌泱，一大早就这么多人。昨天在房价会捡了不少肉，给你们带了几个好东西啊。6000。现在这个广彩的盖盒啊，盖盒行吧，行，拿去早上就拿着吧，拿去吧。好好，我们就干一件，买一件亏本的。哎，亏本，但这个东西这个先拿着啊，这个我们要了。这是多少钱啊？花不了。皇帝宝相花卉的，皇帝宝相花卉的，其他没什么毛病，这口上有点摇说，有点摇。老板让我自己开一家，我随便说这个1000多，老板也比较爽快，就同意了，就拿走了。这边有一个刮人的蒜头瓶啊，东西还漂亮啊，这个形也挺好的。那个控盘拿来看一下多少钱？这个啊，对，卖多少钱吧？你便宜吗？赚钱够不够便宜？拿去肯定能赚钱的。我赚个啥？我赚钱。我给你放肉，这个我刚刚跟你说的是的。我看你要买这个，我才给你放个肉，不然哪有这么便宜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大贡碗啊，八方大贡碗，画得非常漂亮，东西同治本朝的一个大贡碗，画的是花蝶图啊，东西品质很高，这个性价比还可以啊，有一点点小差皮，但是釉水性价比还可以。这个啊，来包成包成，给你们看看，有人拍吧？这种鼻烟壶还好，10000多。春宫的入侵的鼻烟壶，可以说很稀有，对吧？10000多。底价多少？我帮你推荐给。10000以下不去。也要10000。对。刚才我们干了几件货啊，也给大家分享了几件精品。哦，比较好一点的呢，我们就发到那个我们专属的一个分类粉丝群里面了啊，大家呢可以参与加入一下。到时我在寻宝过程中有什么宝贝，都会及时让你们看到啊，发到那里面让你们先睹为快，先考虑。这个小水仙盆多少钱？老板，这个有点飞机修补。大哥也是在这里啊。那你一分你卖？包着，一毛没赚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赚也正常的，但是我们要差不多是吧？我主要看它颜值很高，这颜值不高，这个东西我肯定不买。画得很细。一毛钱都没有。这一套给你们拿着，风景线。带点小飞皮啊，是什么？1000如果能卖，我上礼拜上礼拜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烂一个，你总得烂一个嘛。今年卖也是第一次来苏州，我知道。你这样吧，给你加80，好听一点，就这个价，不要再纠结100、200的事了。哎、真的，2600。我给你加了100块钱，加了80。26块，10%都赚不到，念赚钱了，这一拿着。好了，干了两件货啊，一件是一个光绪的浅酿花鸟的一个盖罐啊，这个还文人气，很漂亮，字写的特别漂亮，尤其是字啊。尤其这个字写的特别好，所以这个文人气的东西，把它就拿着，到时候让老板包一下。还干了一套麒麟送子的一个文房小盖盒啊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还不错的一个人物的盖盒啊。我刚才没有买到那个水仙盆，让我很后悔。我关键是我刚走，那个大哥就把它干下去了。这个东西其实他有眼力，也知道那个好东西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准备走人了，收获也差不多了，买了整整一大包啊，看到没有？